刘诗诗在微博晒出一组在罗马拍摄的写真，并配文：“在初秋的罗马，与 Todays 一起愉快度了个假，还体验了一下用 Todays Vestita 皮革做内饰的豆豆飞机。”网友评论道：“哇塞，太美了！表白诗诗，刘诗诗我爱你，太美了！”短发好好看，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也真是幸福。刘诗诗在私人飞机的楼梯上凹造型，坐在私人飞机内的皮革沙发上，更像是一位阔气的贵妇人。刘诗诗原名刘诗诗，1987年3月10日出生于北京市，被网友评为新四小花旦之一。因为出演《仙剑奇侠传》中的龙葵一角而爆红，大多数影视作品都是古装剧，被网友视为古装女神。2011年，刘诗诗与吴奇隆在拍摄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时因戏生情。2015年，刘诗诗与吴奇隆领证结婚。虽然很多网友和圈内的朋友多次催生，不过两个人好像并不急着生孩子，都说随缘。刘诗诗端坐着，浅浅的微笑非常迷人，纤细的腿也是吸足了眼球。满满的青春活力，笑得自然，笑得开心，女神的气质遮都遮不住。据说赵薇到达当地后拍摄了一组户外写真，所以晒得有些黑。跟许晴同框时，赵薇的肤色明显比许晴黑了些。看完了上面的照片，是不是觉得除了许晴，赵薇还有不少的熟悉面孔呀？不少的网友留言说，这男的怎么有点像杨紫，那个男的不是杨紫吗？据悉，这些照片是2005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埃及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拍摄的。一起去参加电影节的除了许晴、赵薇，还有苗苗、石兰、杨紫、于东等人，所以看照片的男子像杨紫也不奇怪，因为那个人就是杨紫啦。